依法惩治极少数涉毒言论恶劣、谋独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，是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、切实保障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必要举措，符合台湾社会要和平、要发展、要交流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。奉劝岛内某些人认清形势，不要罔顾民意，逆流而为。